人，我有一个请求。说吧，我今天非常的开心，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。主人为什么这么开心呀？因为我想到了一个一举消灭快乐星球的办法。主人想出来的办法一定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计谋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不行，在我实施这个计划之前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明白了，主人是要非常非常保密，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，给快乐星球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。你太了解我的心思了，啊，你说说看，你不是还有一个请求吗？和主人的千秋大业相比，我这点请求还真说不出口。啊，没关系，只管说就是了。主人，我想有一个躯体。想要躯体？是呀，我不要整天只待在电脑里，我想时时刻刻都陪着主人，随同主人一起进行伟大的宇宙战争，把我们的旗帜插遍每一个星球。这句话你终于说出来了。主人，我是随便说的。不，你说得很对，现在是给你一个躯体的时候了，你的大脑已经超过了他们。我赋予你一个美丽的身躯，你就会成为我最为得力的助手，成为真正的首领二代。我愿意永远服侍主人，我不要做首领二代。不，你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，因为只有你才是我们黑暗星球的希望。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吗？不明白。因为你比他们多了一个功能，自动学习。你会自己主动地去掌握很多很多新的知识，但是他们不行，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程序的控制之中，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程控，而你却可以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来人呢？在。陈主任吩咐，打开三号研发基地，我要亲自为太阳花挑选一个美丽的躯体。
这是遵命。谢谢主人。我们刚才讲到，由于工业化生产和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，我们生存的环境受到日益严重的破坏。如果你们留心，你们就会发现，污染无处不在，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空气被污染了，河流被污染了，土地被污染了，连我们的食品也被污染了。哪位同学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污染吗？小航，你说。我们的心灵还没有被污染。你说的很对，请坐。正因为我们的心灵没有被完全的污染，才不会利欲熏心，才不会去干污染环境的蠢事，才不会放任环境继续这样恶化下去。现在，我们地球已经成为了宇宙中最大的污染源。太完美了，我太喜欢了。谢谢主人。你现在就是真正的首领第二代，我要让你负责这一次对快乐星球的攻击。主人，您还没有告诉我这次您的伟大计划到底是什么。那你告诉我，现在宇宙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？能源危机？不，是污染。现在地球人已经受到了污染的惩罚，我要让快乐星球的人也尝一尝受到污染的滋味。对，我们可以污染他们的空气，污染他们的水。对，我已经成功研制了废弃导弹，只要我们击中快乐星球的攻击目标，我们就成功了。什么时候开始攻击？你说呢？冰块神速，越快越好。哥，老师让我准备一篇演讲稿，下星期要参加比赛。哥，你帮帮我吧。什么内容？让写环保方面的，保护地球，绿化环境，杜绝污染，什么都行。那就写污染吧，我是污染专家。污染专家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
我对污染方面的知识了解比较多。你知道我长大后要当什么吗？你不是要当科学家吗？我要当清洁工。啊？你要当清洁工？对，我要当太空清洁工。哼，还有太空清洁工，第一次听说。当然要有太空清洁工了，现在人类对太空的探测越来越多，同时造成的污染也越来越深。对了，你就写太空清洁工，保证新颖。好啊，哥，你帮我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你哥呢？快看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史莱克，蓝童爷爷，黑暗星球向我们发射了三颗星际导弹，立即拦截。这三颗导弹上都标有毒气体的标志。哦，导弹可能载有毒气体，如果我们在外太空拦截，就有可能造成太空污染。你让我想想，导弹正迅速靠近我们星球。三号防御方案。可是使用三号防御方案会耗费我们很多能量，和污染太空相比这样做值得。是，立即启动三号防御系统。报告主人，我已经根据您的指示向快乐星球发射了三枚毒气导弹。嗯，很好。那你有没有在导弹的显著位置做一个有毒气体的标志？遵照您的吩咐，每颗导弹上面都做了非常明显的标志。哦，太好了，你干得很好。主人，我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快乐星球看到这些标志会主动进行拦截。不会的，你放心，快乐星球他们要是看到这种标志，他们是绝对不敢轻举妄动的。我太了解快乐星球的这些人了，他们是绝对不会在外太空引爆毒气的，他们都是宇宙中的环境保护人士。但是快乐星球会不会把这些导弹引回到我们黑暗星球呢？绝对不会。他们知道，如果说把导弹引回我们黑暗星球，我们就会让它在外太空爆炸，那么这样的结果岂不是等于他们间接的污染太空？首领英灵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和快乐星球的人打交道多了，你自然会明白的。快乐星球一直是主人的心腹之患。是啊，不过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弱点。请主人明示。善良，善良是成不了大事的。他们要把这三枚导弹引到哪里去？这个老顽童有时候做事真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嗯，黑洞，黑洞，他们要把导弹引入三号黑洞。这个老顽童，三号黑洞作为了宇宙垃圾场。是的，
任何物质进入这个黑洞，都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。可是这样做是要耗费很大能量的。是啊，你说的非常对。哎，现在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。再发射几枚导弹？不不不不不不，我要让老顽童防不胜防。主人，我不明白。你马上就会明白了。哎，命令008号马上回来。是。老顽童爷爷，我们成功了。我们成功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开心呢？过不了多久，他们还会卷土重来。他们再发射导弹，我们还把它引入黑洞。他们会想出更加恶毒的办法来进攻我们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寻找能量源方面没有收获，我们的能量系统还非常薄弱。一旦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，我们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。太阳石也帮不了我们。现在还不行，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早一天打开太阳石的秘密。哎，你们两个听听我的演讲稿，帮我提提意见吧。好，说吧，你念吧，我们洗耳恭听。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清洁工。你笑什么笑啊？严肃点儿。我说小鹿，你当什么不好？为什么偏要当清洁工？清洁工怎么了？清洁工是城市的美容师，如果没有清洁工人的辛勤劳动，你能生活在干干净净的城市里吗？他正在觉悟，甭理他，你接着念吧。行，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清洁工，这个清洁工可不是普通的清洁工，我要做一名太空清洁工，专门负责各个国家遗留在宇宙间的太空垃圾。好，想象力很丰富，接着念吧。好是好，不过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周大班长，你想想，太空清洁工谁给你发工资？我说许诚实，你能不能不这么现实？我这是演讲，是准备参加环保演讲比赛，又不是去找工作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小鹿，太空垃圾这么多，你怎么清扫啊？下面马上就要讲到了。现在太空中的垃圾。008号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是一个垃圾收集器，它可以最快的速度搜集到地球上的垃圾。哦，那地球上的垃圾那真是太多了。你看，像什么那个塑料袋儿、快餐盒、废电池什么的，那真是太多太多了。可首领，您这个垃圾收集器体积是不是太小了？我看它装几件废电池就装满了，连个那个快餐盒都装不进去啊。如果按他这么说，这和普通的容器有什么区别？008号，这是主人的伟大发明。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压缩能力，在把垃圾吸收进来的同时，也完成了对垃圾的压缩过程。你别看这东西体积不大，它可是能装进去好几吨重的垃圾呢。首领您真是太伟大了。008号，你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收集地球上的垃圾。是。
008号明白。那个可是首领，我能不能冒昧的问您一句？您收集那么多的垃圾做什么用？我们是要对付快乐星球。008号明白，008号明白。那个，我这就返回地球上去搜集垃圾。但是你一定要注意，你的行动一定要隐秘，不要让快乐星球的人发现，一定要给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。是。你的这些办法倒是不错，但是你打算把垃圾收集起来，然后怎么办？带回地球啊。啊？为什么要带回地球啊？是我们地球人污染了太空。艾克，使用3号防御系统以后，我们的能量储备下降了多少？下降了20%。这么多的能量消耗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补充回来？如果用太阳能，至少要30天。哦，这样。如果黑暗星球再向我们发动连续进攻，那我们的处境就很被动了。是的，我和多面体也在担忧这个问题。黑暗星球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你们要提高警惕，严密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艾克明白。好，提醒棒棒，盯紧008号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。是。我有一种预感，黑暗星球正在策划着一个更大的阴谋。棒棒明白。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，连垃圾桶都想偷。不对呀，他怎么对垃圾桶那么感兴趣？太难看了吧，看多了要做噩梦的。想监视我，关一门。坏了，被他发现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的想法还有些问题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应该在太空中建立一个垃圾处理站，减少处理太空垃圾的成本。有道理，明天我找万事通商量商量，问问他把这个太空垃圾处理站建在哪里比较合适。哟，你们俩是谁啊？宇宙环保局局长？切，你随便带咱们小区摆个垃圾桶试试，看有没有人管你，还考虑在太空中建立垃圾处理站呢。这叫现实与幻想。如果把我们仅有的这一点幻想都剥夺了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呢？好，你接着幻想吧，我要睡觉了。哎，对了，把这篇演讲稿帮我改改，明天下午我还要试讲呢。你的演讲稿凭什么让我修改啊？谁让你推荐我当太空清洁工啊？我帮你找了个题材，倒怨起我来了。这好人不能当。你拿走吧，我不管。嘿嘿，哥，有事求我，叫起哥来了。
哥，帮人可一定要帮到底，这才叫助人为乐。你看，雷锋叔叔与钟宋大嫂，如果送到一半就把他娘俩搁那儿，这还叫雷锋精神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帮你改。当了一回清洁工，这个零零八号跑哪儿去了？他在干什么？又找不着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是谁？我？你不认识？不认识。咱们是同行啊。同行？啊。哦，你也是首领派过来的。对啊，整个地方都是我的。整个地方都是你的？啊，那对不起对不起，那我另外找条街去。哎，这每条街都有人了。我说你求求老大。让他再给你分条路。每条街都有人了。嗯，首领这次到底派多少人过来？十多个呢。哎，我说你是新来的吧？啊，是，我是新来的。怎么？我说呢，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啊，我是零零八。嘿，巧了，我排上老七。啊，他们都叫我零零七。啊，零零七。你的能量等级是几级来着？能量等级？是啊。我怎么没从来没听说过？那你是第几号研发机体生产的？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你不是我们黑暗星球的人？不知道。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乞丐啊。你是乞丐？那你刚刚说是首领什么的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老大，他也喜欢让别人叫他首领。那你刚刚说我们是同行，这又怎么回事？我看见三更半夜不睡觉，挨着个的翻垃圾桶。我以为你也是乞丐呢。哼，算你今天走运，心情好。要是以后再让我发现你跟着我，杀了你！我以后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回来。还有什么吩咐？这条街上还有多少个垃圾桶？就九个。我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是清洁工。清洁工？怎么清洁工比黑社会还厉害？报告老顽童爷爷，零零八号这几天对垃圾桶特别感兴趣。哦，他有什么行动？不知道，他的反监视能力特别强。监视器上的画面一闪就没了。你要想办法搞清他活动的目的。我知道了。这个小孩，爸爸，你才来啊？
我累死了，我妈妈刚睡着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根据我们的监测显示，他应该在未来大道那一带。那我们走。哎，用这个。你闭上眼睛。快乐小神仙，风雷雨雪天，快乐小少年，歌声什么车呀？机动无轮车。哦，现在可以走了吧？绿灯了你还不走？等着后面的车来催你，笨蛋，快走！哎，你左拐呀！街道的垃圾都是您清理的吗？哎，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吗？请谈一下您的感想好吗？哎，先生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您把这么多垃圾清理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哎，先生，请谈一下您的感想好吗？哎，先生，他又走了，我们跟着他。明天吧，今天太晚了，我明天还有课呢。那好吧，我先送你回家，走。小航起床了，起来起来，快，都几点了？几点了？上学晚了，一二三，快起来，上学了，吃早餐。妈妈，乖，妈妈等你啊，快点。哎，你怎么又躺下了？快起来。报告首领，我回来了。任务完成的怎么样？十个收集器都已经收集满了。嗯，哦，太好了。来人呐，在，把收集器带到二号基地，交给太阳花。是。008号，你为星球立了一功，当我拿下快乐星球，我将会给你奖励。谢谢首领奖赏。
老顽童爷，这些天里008号在地球上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垃圾。怎么跑到地球上去当清洁工？根据我的推测，他是想从垃圾里提取能量。哦，知道了。艾克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我认为他们从垃圾中提取能源的可能性并不大。为什么？我们已经反复实验过，从垃圾中可以提取出能源，但是这种能源和黑暗星球所需要的能源相差太远，他们需要强度大、持续时间长、对于其他星球具有毁灭性攻击的能量，所以我认为棒棒推测是不能成立的。那你认为他们要干什么呢？干坏事。我的话你们也学会了。坏人嘛，当然是干坏事了。但是我担心我们防御系统的能量。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啊。主人，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。好，命令他们马上出发。主人，我想亲自去。不不不不不，这太危险了。为了我们星球的利益，太阳花万死不辞。这才是真正的首领二代。你去吧。谢谢主人。到那里把礼物放下，立刻回来。是。出发。同学们，我们这节课呢，继续讲一下污染对人类的危害。黑暗星球的飞船。诸葛老师，我昨天晚上没休息好。他们太狠毒了。我们怎么办？立刻启动1号紧急防御系统。是。但是我们的能源坚持不了几天。先把垃圾挡在外层空间再说，我们还有时间想办法。是。报告主人，我回来了。你干得非常非常的漂亮。你看，快乐星球已经被我们的垃圾所包围。垃圾还没有能够进入快乐星球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完全不是这样。我们相信他们的防御系统已经支持不了多久，当他们能量耗尽，我们会给他们下一场非常非常漂亮的垃圾。由于垃圾层太厚，我已经和星球失去了联系。我能帮你吗？办法是有一个，你的太阳石也许可以帮助我，我没有把握。这一次的航行真的很危险。只要能帮助你们，我愿意。上飞船吧，幸好还有这艘飞船。
蓝通仪，我们的能量消耗已经太大了。我们还能坚持多长时间？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起了垃圾雨。我们可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呢。我们的人需要紧急疏散吗？厚厚的垃圾层已经割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快乐广场开始下垃圾雨了。哦，蓝通仪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！让我驾驶一艘飞船冲出去，在外围点燃这些垃圾。你想和垃圾同归于尽吗？事情也许还没那么糟。老顽童爷爷，你总是那么乐观。爸爸，你准备怎么解决快乐星球啊？很简单，把你的太阳石做动力，然后让我们的飞船高速旋转起来，形成很大的向心力，把垃圾吸过来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把飞船投向三号黑洞，在此之前我们乘坐逃离舱离开飞船。那我们赶快行动吧。好，我现在就把你的太阳石和飞船的动力系统连接起来。好像有一艘飞船。嗯，是吗？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在找死。我倒想看一看他们怎么出来。糟糕，我们的逃离舱被甩掉了。那怎么办呀？不知道。老木爷，我们的封锁被解除了。哦，一定是棒棒。肯定还有车小航，对，不然他们的飞船不会有这么快。嗯，他们被困在飞船里怎么出来呀？他们可以乘坐逃离舱。哎，逃离舱怎么被甩丢了？他们正在向三号黑洞飞去。艾克，带上紧急救援通道，把他们救回来。是。棒棒，进入三号黑洞以后会怎么样啊？将立刻消失，在这个宇宙中将永远没有我们的信号。那就是说死亡，对吗？比死亡更可怕。没有一点希望吗？除非让我们的飞船反方向旋转，让垃圾重新包围快乐星球。不，即使牺牲我们两个也不能让快乐星球毁灭。你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但是我想我的家人和同学。我也想老顽童爷爷他们。没想到当一回太空清洁工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赶快进来。是艾克，我们得救了。坐好了，我要收回通道了。会有新的办法。
数的梦，撑起无数的桨，用勇敢和智慧做我的船桨，摇着月亮船驶向远方。如果我能够捉到月亮，我会用蜡笔画出银河的骑士，我会用算术数清所有的星星，把最亮的一颗戴在胸上。再见了妈妈，尽管我就要远航，别为我担心，我有快乐和智慧。